有关本十四日21时30分许，本辖四维二路与光华一路口行车纠纷一案，本分局说明如下：本分局于接获通报后，立即派员赶往现场查处。现场系甲方汽车驾驶人蔡男与另乙方行人刘姓男子。刘姓男子因酒醉在道路上行走，蔡男经过发现路中有人，立即闪避。刘姓男子不满脚踹该车的左前方叶子板，造成车漆脱落。蔡男随即下车理论，双方互相推挤，均无明显伤势。本分局获报到场查处，并带回厘清案情。警方到场了解，赴京检视行车记录器影片佐证及查访周边，发现刘男酒后在路上行走，蔡男汽车经过后却有纠纷情势，虽双方均不提出刑事告诉，警方仍针对双方推挤行为，依违反到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二款规定，相互斗殴，各裁处18000元以下罚款，令刘姓男子在道路上随意行走部分，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78条一项四款，行人在道路上阻碍交通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苓雅分局表示，民众遇有纠纷，应理性平和态度沟通，并寻平和处理的合法方式解决，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，切勿罔顾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，诉诸违法手段而处罚招送办理。